之前我们做过一个用微糖这款软件下载网页视频的教程，但是这个软件现在已经不能用了，已经不维护了。今天我再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另外一个软件下载视频的教程。这个软件的名字叫硕鼠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这个软件硕鼠，一个石一个叶，这个硕老鼠的鼠硕鼠。我跟你说它怎么用呢？它用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先，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支持哪些网站吧。它支持网站有很多的，它有这个，哔哩哔哩、搜狐视频、CCTV、微博、西瓜视频、今日头条，等等等等等这么多。然后还有好多这个电视直播也能下载，就是这个 CCTV 什么的这些电视直播都能下载。现在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它的操作方法，其实挺简单的。就是我们先打开浏览器，然后我们比如说去 B 站为例，我们打开一个 B 站的视频，就这一个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找到要下载的这个视频之后，我们把它的这个链接给剪切下来，复制也可以啊，就剪切复制都一样。然后粘贴，就是点一个开始。它这里它会有好多种这种清晰度让你选择，你可以有1080p 高清版、流畅版，我们可以选，比如选1080p，它就是下载1080p 的。我们点击这个用硕鼠下载该视频，点击之后，上面有一个硕鼠专用链下载，还有一个获取临时下载器免安装。我们选择第一个，上面有一个推荐添加到硕鼠，然后我们点击一下。现在就打开了一个框，这里面这个储存位置都是自己设置的，这是我自己设置的地盘下载、硕鼠下载这么一个地方，我们直接点击确定，它就开始下载了。然后我们看到它的视频文件就是这个地方，现在是都正在下载，还没下载完。来看一下，现在是4%、5%，它1秒钟大约是800-900KB，不到1兆。这个视频大一点，需要3分多钟。我们等一下，现在已经下载完了。我们来打开看一下。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